Why did you join the community of global growth companies? 我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平台，因为整个的世界在变化，国家和国家的这个依赖性呢越来越强。作为一个成长性的企业，通过这个平台能够更多的了解全球的发展，这个包括在金融，包括在环境，包括在企业的发展的策略。我想这样一个平台对许多的成长性的企业，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国家的成长企业，会带来很大的益处。And then looking forward to our next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taking place in Tianjin in China in September, what do you see as a GGC partner as the value of that meeting? 我想可能很多的人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企业在高速的成长，他们可能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成员，一个成长性企业的成员。但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在中国能够产生大量的信息，让许多的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普通的市民能够更多的了解，获得一个很好的知识一些信息。我相信这样的事件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生活中也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讲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In your opinion, what does having the annual meeting of new champions in China mean to China?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发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呢更多的在和全世界在融合，而这个融合的过程中，那么让中国人不仅仅要了解自己，更多的要了解外面，要了解外界如何来看待中国，那么中国人自己应该做一些什么。我想这样的一个达沃斯的一个forum 对所有的我们中国的企业未来更多的走入这个世界，更好的实施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